换杜丽，杜丽这边呢？我跟你讲，维京帮大家写了一首歌哈。有没有？这是帮你们记起来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你一定要先喝酒或是饮料嘛。但是第一件事情，一坐下来就是要做这个，对不对 ？OK。然后接下来啊，这个汤干沙拉。啊，不要讲英文啊！我要歌词没背好，你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我们来演，我相信你，我怀疑，我相信你。我看到什么？我英文老师嘛，我就是要听到什么，听到什么。好，我让你们记起来哈，这样子你去美国就不会犯这个错误，好吗？好 ，soup and salad, main and dessert. Hey, soup and salad, main and dessert. Hey, soup and salad. 你们为什么没有唱 ？Hey, soup and salad.是不是很简单？是不是很简单？这样子从来没有听过你唱的这么难听。但是没有咖啡，为什么？而且没有咖啡就算，这首歌也没有旋律啊。对，因为这是 rap， 这是 rap，rap，rap。为什么迪色后面没有太适合唱 rap 的？因为你已经颠喝的啊。就喝酒，但是你要喝酒，或你要喝其他的饮料也可以。因为美国的餐厅跟台湾的餐厅真的是不一样。我们你点什么饮料，基本上除了酒之外，就是喝到饱。你看可乐啊，红茶，咖啡的也会一直来倒啊。咖啡你还没喝完就一直倒啊，就是你的饮料。然后除了这个，你还有你的冰水可以喝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那就是 soup, salad, main dessert， 这个很简单。你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搞得那么的复杂？我们已经找那么高级的餐厅啊，像我之前带一个台湾女朋友去美国嘛，然后我们就吃一些高级的料理，然后说啊你要点什么，然后就是到了他就说。我不要沙拉，我叫 soup, main and dessert, soup、啊。好讨厌哦，跳过一个了。你跳过一个，我们那服务生就说啊，不好意思，那你要点什么沙拉？他说我今天就不想要吃沙拉，我怕太饱。对啊，对啊，有时候就不想吃沙拉，而且不要浪费，不是比较好吗？对啊，不想要。没有，这个已经是一个 settle， 哎，为什么变成日文？为什么变日文？为什么变成日文？您不是最爱讲 settle 吗 ？settle 啊，那就是这个 set 已经有这个价钱，是吗？那就算你不要吃，没关系，你就吃一点点也好。哎，我们拿了大概十分钟的时间，就是要逼他，就是一定要点个沙拉。就是你点就好，你吃啊，你就是墨守成规，为什么不帮他相处？你知道？台湾女生真的很麻烦，哪有？如果我自己点，我知道我结婚了，我自己点我想吃的沙拉，她最后就说，我要是吃你的，那为什么你点两个一样？有没有？这个会真的会，两个应该是就是要两个不一样嘛？这个会，是不是？是说美国的餐厅是很烂，到你不可以就单点。对。而且美国不是有一句 customer is king 吗？怎么突然不要逼迫？啊，没有，这个是不一样的东西。如果你是点一个东西，你可以一个一个点好，但是你点这个 set 头，就是一个 set 头，你懂吗 ？set 头就是 set 我不懂。set 就是 set 头的意思。而且你本来应该就点不一样的沙拉，本来就应该要尝不同的味道。他难得去美国，你不让他试，而且我觉得你很不贴心，不体贴。你点的 A 的。那个套餐，那你一定要点一个 B 的沙拉，一定要这样分看啊，对啊，而且 set 都是日文，我们讲的是一个 set， 没有 T， 我们没有 T， 我们是讲一个 set， 我们是 set， 我们是 set， 韩国 set， 对，那法国呢？小美女，太复杂了，太复杂，但是也可以，法文也可以 à la carte， 对啊，单点啊。然后我们也不用我们自己的手吃饭，知道吗？我们只用刀子跟叉子，有看过吗？有啦。啊，不好意思，用手抓。我们美国人只会用筷子，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美国是对我们来说算复杂了，就我们很简单，我们点一个菜就好。因为就是泡菜而已啊。没有了，泡菜是少菜，就是你们没有太多，本来就有的，基本就提供的泡菜啦，就他们的 set 都只有送饭而已。对，但是我们要注意的部分是要点餐要快点，快很准。因为我们就是平常说点餐要快点啦，因为我们吃饭速度也很快，但是点餐的速度也很快。我有一次台湾朋友来韩国旅行，然后我带他去一个明洞的很有名的刀嫂面的店，然后到那边那个店很有名，所以里面很多客人。然后我带他去那个店里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进去，然后坐一下。里面的员工是大部分都是阿舅妈，然后阿舅妈就进去一下，马上就是那个菜单过来就给我们，
然后在旁边看我们。等你，对 对, 对, 对，然后就后面一直，哇、哦，压力很大、啊，这不行。然后就我就刚做一下而已，然后就刚看刚开始看那个彩单，哦、压力好大，然后就骂一句，压力好大。所以你要吃什么？哎，所以你要吃什么？哎、然后没有、哎、然后就、哎、那个没有、哎、这个，就是梦都会这样子嘛。然后就我直接跟他说，哦，等一下，我们再看。然后我跟那个台湾朋友这样要，所以你要吃什么？然后就。我台湾朋友说啊，我看一下，我就这样，阿俊嘛就跑，我不知道他那一天就是心情不好，这样，哇，压力好大、哦，对，可以快一点吗？对，是笨蛋吗？看不懂吗？对，你们看不懂吗？可以快一点吗？也会怕哎，对，很可怕，压力很大了，我就其实有点不舒服，然后就是我就好吧，那就是我们要就这个就这样，我们赶快要点餐，然后就送他回去，然后我们就是我一直觉得很不舒服，然后好吧，那你们等一下。出菜的速度很慢，那我再骂回去是这样子，就很不舒服。但是我们点餐就过了五分钟以后，马上出来菜。我们点了很多，但是真的是我们点了没多久，五分钟吧，马上出来。我们点的那个刀嫂面跟什么糟子全部都出来。那我就是没办法骂回去，然后就哦谢谢。他们真的很快耶。对，就是那个点餐的速度也很快，吃饭的速度也很快，出菜的速度也很快。这个我相信，我都很快。在伦敦有一个很有名的那个韩国餐厅，然后他们是全英国服务最差的餐厅，所以他们是上新闻上那个很多这种节目嘛，就是很多人会去那边试吃，又偷拍他们，因为对一样就是那个阿嬷就会站在你旁边，就说this one。This one, now, 电好，马上来，然后就是你没有，你刚好吃完，筷子放着，他们就说，好、go, now, go, 一定要吹他，然后是那个麦当在那边买单 ，go， 不要灯，不要聊天，不要喝咖啡，就 go， 因为他们要很多，你那个太夸张了，是太夸、那个，是很夸张，我看过好几次新闻，就是说，这个韩国餐厅又上新闻了，因为他们的服务太差，但是我们不习惯。在韩国可能是正常的，对，就是他们快到就是你可能进去，他就已经在敲你桌子了，然后再等，然后等等，然后转过来看你还没决定，他就帮你决定。他说不然五碗刀削面好不好？啊，对对对对，我猜是不是有可能他们根本不在乎你要点什么，他们已经煮好啊，下一个客人我们就送这个好了，我们先不会浪费，不会不会，没有，应该是我们每个餐厅都是大部分都是有一个主菜了，他们专门卖什么刀削面之类的，所以他们都是哎，我们店是刀炒面，刀削面了，你赶快点那个刀削面就好，就这样，他们都是这样子。那你要进来，一三四五六，好，六个刀削面，好啊，刀菜就已经来了，就只好这样。还有他们会推荐那个你每一餐上的时候，他就说这个是吃很快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是吃很快，就是推你速度快一点。对，哎，这样比起来，日本真的完全不会这个样子。我跟你讲日本其实呢，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矛盾的。来，你的是什么？我们的 SOB 没有啊？其实没有。是我们没有，你就讲没有，我还浪费这个纸印这一张干什么？不是不是，我们 SOB 是我们客人会有，比如说去酒屋去喝像啤酒、炒菜，然后就是那个烧烤之类的。那比如说我们去像我们日本人最 care 的是烧肉，我们日本人第一个肉是一定是牛舌，因为牛舌的肉比较那个肥。然后那个加柠檬汁嘛，有肥有清，那个清爽。然后呢，这是那个牛舌的油脂跟那个网，让那个网油油的对对对对比较顺。这个是我们日本人的 SOP， 但是这个不是店家的要求。比如说，好，我去烧肉店，一开始点冰淇淋也 OK， 也日本的那个心理，我而且那个不像美国，美国人或是法国人 ，what 什么什么的，他们不会。嗨，わかりました。有可能心里觉得神经病，但是他们觉得，嗨，わかりました。嗨嗨嗨，知道了，没问题。Hey, hey, 然后其实那个有些人是拉面店，那是专门买拉面，但是拉面的套餐，比如说叉烧啊，还有炒饭。我上一次我带那个台湾朋友过去，我们是排队半个小时，终于可以吃拉面。然后呢，那个女生跟店员说，叉烧一つ，只有叉烧。我心里想说 ，what？但是那个日本人，嗨，わかりました。但是我心里一定那个人心里在骂，那为什么来这边？但是我们是永远是客人对的，所以其实没有 SOP。自然里面就那个五菜单料理，
那五菜单料理是他们是安排的嘛，就是那个小菜啊、主菜，这个是没有办法。但是基本上七九餐厅我们点什么随便我们。像我们自己从小在华人文化当中，在餐桌上就有非常非常多的礼仪，对，什么长辈一定要先吃饭，然后菜来了要怎么样，谁先吃，然后人家在夹菜，长辈要坐哪里，不可以坐哪里，对，这是我们的规矩。然后有的时候连筷子，可能谁在夹，你就不能跟他夹同一盘菜，这是我们的规矩。二分之一强 YouTube 会员开张啦！是的，喜欢二分之一强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，赶快加入会员来支持二分之一强哦。看完了吗？要记得订阅二分之一强的 YouTube 频道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想看更多精彩的影片，欢迎点选旁边的精选的内容哦，一起支持二分之一强。